里面呢都添加了这种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成分在当中。第一层我先薄薄的推开来，而且一定要记得都是由内往外。好，像这种法令纹的地方，尤其是一定要加强。第一层先由内往外，你会看到我们这样子淡淡的走过之后，进去这一半边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明亮。有哎、欸，而且有没有发觉就是那种哎有哎，已经好像有点粉底的效果。对，嗯。然后第二层，我在针对斑吗？黑眼圈。哦，现在也可以遮黑眼圈。因为我说它其实它这个橘色是提亮肤色用的，那它里面你会看它挤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淡淡的橘色。嗯。那对于黑眼圈比较严重的女生，它其实可以中和掉黑眼圈跟肤色的色差。所以哦。所以呢，我就会轻轻的拍一点点在黑眼圈的这个周围，还有，还有，